今天是2023年的9月1号，礼拜五。爷爷刚刚在外面抽烟，现在要走进去了。他现在走路都要拄拐杖。明仔载有台风。啊？你讲明仔载有台风了？有啥？明仔载有风台了？明仔载后就两天。哦，快看啦！穿新胎，出街玩来准准。穿新胎哈？嗯。哎呦！啊，9月1号礼拜五，奶奶，奶奶，奶奶，你食饱未？我个拄顶下尔啦，拄到厝尔啦，我拄到厝尔啦。有啦，拢食暗顿，你免烦恼诶。哎，没什么肉。好了，我等下看凯丽的皮，我等下看看。好。